首先第一件事，关于他抄不抄袭那些，他怎样抄袭抄哪里，关于什么法律常识音乐常识那些，不要拆再问我了。我在前四集前五集、哦、第五集吧，前四集我已经讲得很详细了，如果你班仆街还要问的话，我真的你屌你老母，你看前四集行不行。不过呢，其实我觉得你看不看前四集都拆了，没什么关系的，因为你看完之后你又不实信。第一，我在视频里面不讲你又说我不詳細講邊度抄襲，邊度抄襲。我講完你又唔質詢，話係威煩嘅，你收皮啦你哋。第二個，你話我揪住佢唔放就屌佢一個 ，sorry no。我仲要屌埋黃極，凡係喺電音領域，你做個抄襲、做個傷天害理嘅事情，我都屌過。大張偉算乜柒啫？好閪犀利咩？我唔單止屌佢一個，我下一期節目就係屌柒全中國嘅限麥 MC 嘅，我屌死佢啊！所以大張偉。其中一個傻閪啊！第三個就是無論你 TFBOY 定係大張偉定係邊個，只要一出事你就話自己係幾咁犀利、幾咁努力、幾咁搏命，亦有閪用啊！你嘅努力係建立喺錯誤之上。然之後第四個就係你仲要話你嘅錯誤係因為 you are the punk 朋克精神，朋克精神咧係建立喺叛逆精神。咁你喺中國咧，朋克精神你就唔可以叛國嘅，依個唔合法嘅，亦都冇叛國嘅必要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是要以違規來顯示你 的叛逆精神的話呢，你很厲害咯，你這些叫朋克精神咯。不好意思，你電梯污了朋克，屌你老母。還有啊，我錄的這個視頻用的是粵語，不是不標準的普通話，不要那麼沒文化。